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威爸。今日我哋嚟到圣彼，今日咧系 Family Day， 所以咧入场咧系免费嘅。平玩第一件事嘅要留意边一日可以免费入场啦。咁除咗 Family Day 之外咧，仲有啲 Kids Day 啊，或者你跟住个 Parade 入场咧，都可以免费入场嘅。咁起码悭翻个入场费，都悭好多噶。然後帶大家大約行一行，感受一下呢個超多人嘅熾熱氣氛。我真係未見過 Calgary 咧有咁多人逼埋喺個地方入邊嘅。好啦好啦，到我哋玩啦！呢一個遊戲咧係我老婆咧香港冒險樂園嘅童年回憶嚟嘅，抌波跑馬仔。雖然嗰只係老虎狗，但係全場都好有賭馬嘅感覺。sale，呢個嘢咧係引體上升，唔使上升噶，就咁揸住碌柱，然之後咧。你能够揸两分钟咧，就可以有100蚊加币。虽然头先嗰个游戏话揸住碌柱两分钟可以赚到100蚊嘅加币，但系唔系个个都可以赚到啊。同埋咧，其实普遍嚟讲，成个 Stampede 咧嘅消费咧都系好贵嘅。譬如头先玩嗰啲游戏啦，差唔多50-60蚊，甚至100蚊港币一个 game 啦。譬如买一杯菠萝冰咁嘅嘢啦，都系要差唔多60蚊港币一杯。所以整个 Stampede 咧都系一个高消费嘅项目嚟嘅，对我哋呢啲新移民冇乜收入。嘅人士嚟讲咧，有少少肉赤。但系如果你想平嘅话咧，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咧，可以走上去 Stampede 个 website 嗰度，睇呢个 Deals and Saving 嘅网页，佢入边咧有好多嘅优惠嘅。譬如今次咧，我哋就买咗呢个 Stampede Bucks 啊，咁佢就用39.99就买50蚊嘅 Bucks， 咁可以当钱使嘅喺个公园入边。咁喺呢个 page 入边仲有其他优惠啦，你可以慢慢睇。你依家玩旋转木马系咪啊？你玩上面嗰层定下面嗰层啊？我玩上面。你玩上面嗰层啊？得啦，系咪啊？嚟 Priority sitting for the disabled。我哋系坐 disabled 位嘅，唔好意思啊。你好紧张系咪？系啊。好紧张啊！第二個慳少少嘅方法咧，就係你可以喺 Safeway 咧或者 Sobeys 嗰度咧，去到買一個叫做 Ride All Day 嘅 Pass。咁你俾39.99咧，就可以一日玩足全日所有 ride。如果你俾足49.99咧，就可以玩足成個 Stampede 10日所有機動遊戲任玩。由於我哋上半場去 Stampede 咧冇帶個 wagon， 同埋小朋友咧好熱同埋好曬，咁所以我哋咧就翻咗屋企瞓一陣覺，然之後咧我哋離場嘅時候咧可以抌一個印，一陣就可以免費再入翻場噶啦。我哋今晚打算去睇煙花。Hello， 我又翻嚟啦！今次我哋咧係第三次嚟到呢個 Stampede， 同一日入邊第三次嚟呢個 Stampede。哇！揈啊揈啊揈啊！我覺得如果你屋企有一個十幾歲嘅 teenage 同啲 friend 一齊去咧，真係要買一張39.99俾佢玩足全日嘅機動遊戲，咁先抵翻曬啊嘛！而我呢一度咧，
我又唔知道自己玩緊啲咩咧。其實，哇！喐咗個樓梯。Stampede 即係一個牛仔節，對於在香港成長的我來講，牛仔對我的形象，很小個的時候就是我阿爸吃那隻萬寶路，這個是萬寶路的世界，之後有牛仔萬馬奔騰，吃煙都吃得很型，然後還有李隆基戴牛仔帽唱歌，再在很多年之後被黃子華扭一扭這個形象，我是李隆，我是李基，我們的組合叫做李隆基。再大一點會看卡通片 Toy Story 裡面的胡迪是一個牛仔，是一個很忠心傳統的代表。再大一點看電影，看段背山，完全將牛仔一個粗豪很 man 的形象冚唪唥粉碎，是讲两个同性恋的牛仔，还有 Walking Dead 那顶由阿爸传给个仔那顶的牛仔帽。到近期 The Power of the Dog， 一个很强壮很粗豪但是被个僆仔阴了的牛仔。一路以来牛仔的形象对我都是很遥远，但当我现在在北美生活，尤其是在加拿大的草原三省，牛仔的文化其实是一种很主要的文化之一。如果我要多些了解和融入牛仔这个文化，我想 Stampede 是一个很开心的第一步。你話值幾多錢？我唔識計啦。到最後，終於俾我老婆跑馬仔跑贏咗嗰只紫色獨角獸翻嚟啦！呢一隻獨角獸咧，細佬行咗成日都話想要噶啦，你睇下佢幾開心。我哋全队四个小朋友，三四五六岁，瞓足晏觉，终于可以挨到晚上十一点睇烟花。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 Like、Subscribe 或者留言啦，拜拜。